你喜欢的人魂飞魄散了，你为什么还能这么冷静？云雾，我知道你腹中的那个孩子留不住，才选择救青羽的。你消失的这段时日，我第一次感到恐惧。我想了很多，权衡利弊下的选择都不算重要，只有你是意外。别碰我！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九幽之主的后裔向来是一子单传，只有我和九明是对例外，连命双生。从小到大，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平分的，包括妻子。以前是我不喜欢你，但现在我反悔了。你别过来！云儿，你这点手段杀不了我的，起码你是我的不对。可九明已经死了，我们在三生石前结了契，有夫妻之名，也有夫妻之实。你就当什么青羽，什么九明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我们过回从前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你爱上我了？是。我想要什么？都给你。倘若我要，你的命呢？你拿得走，也给你。抖音。